去讲，歌也唱很好，对对对。然后他这个歌叫满格，为什么叫满格？就是希望大家在嘿收讯满格吗？收讯满格之外，我觉得在新的一年样样都可以满格。哎，每天都有满满的格格。哎，一起来现场严艺格带来满格，一起给严艺格疯狂的热情掌声，带来满格。做不能常常把答案空下一个，让有心人对家，把机会保留一个给游戏的重案者，可爱没他有就够格，爱卡卡的怎么办呢？用着你说的快乐只给你退舍，我这爱谁的爹里妈妈的正常满格，我比满格做一个，一起来爱过一个两个三个是不对的，是哪一个两个三个是伤心的，那些你的我的他的三角函数呢，不是真的受够了，来个也满格真笑色，这个笑这个舞会有满满的一整年的满格，嫂子哦，爱过一个两个三个都是不对的，是哪一个两个三个都是伤心的，那是你的我的他的三角函数呢，不是真的受够了，爱过一个两个三个就等这一个，是哪一个两个三个总会弄满格，谁能懂我不会宠我吗，对，那个是叶嘉娥请剧，他们是专门卖美国的请剧啦。哎呀，原来等于是洋请剧，洋请剧没有关系啊，不能说写，不能说。还记得你有一首那个歌叫什么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哦，哎，那一首是翻唱嘛？哦，那其实是我出道第一首，但是很多人翻唱他才是原唱。很多人唱了，就是哇，没有那对那一首很红，他以前最早大概。快三十年前，对，大概三十，大概三十，对，三十年前，对，你现在是美魔女，现在到底几岁啊？对啊，没有美凤姐，美凤姐，没有美凤姐，没有美凤姐，那是那个原住民同胞唱比较也可以，你也可以啊，戏弄我，会秀会秀，乱敢秀啊，也可以啊，玩玩我，会秀会秀会秀，就算你不再爱我，嘿嘿，见面也该说 hello。好一样无贵哦！哎呀，好好，
带来这一首，好厉害，也可以。发自内心的会讲出那种赞叹的感觉哦，天太冷，而且会想笑，发自内心会想笑，感觉演艺流畅完，空气都香香的，甜甜是 good smell， 都不冷了。本来我刚刚遇到逸格的时候，我听他的声音，他我觉得他声音很酷，但是呢，他唱起来歌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想要跟他谈恋爱。Yeah.
来。Sweet， 刚刚在里面那个又坐在沙发旁边，我狂，你那路贼啊，就一直刷鬼，哎，被声音所吸引，就一直刷鬼啊，也胖胖呢，胖胖，一个肉卡肉卡肉卡个胖胖，嘿，那是肉卡肉卡是白人啊，一个胖胖。啊，每次哦，每一年呐，差不多每一年，只要那个萧煌奇老师来。他演唱的时候，我都会让他去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眼睛福利的，对了，他都会用触摸的他去，有有有，哎，对，这是我看惯例，就是惯例惯例惯例，这已经变一个惯例，对，是了，所以我是后来这就是一年来一次，嗯，不然人家都以为我很色的，对，今年我们也不会例外，哇，太棒，福利大放送，哎，观众朋友大家都想看这一段嘛，要，那我们也先讲好。就脸庞而你不能顺着下来，不行，就摸脸庞，摸脸庞。今年我跟你讲，我会让你感动，哇，真的吧？什么？今年摸露西派，哇哇！哎，谢谢谢谢严哥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